人切风筝断的线，谢谢。看舞蹈教的就有像纯网之专业，有颜值裸舞蹈频道，然后大家记得点击一下我的关注。他在跳舞。
好，谢谢。刚刚那首歌叫《惊鸿一面》，然后呢，还有时间，大家可以点一下我的直播时通知，这边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大家记得购一下。我平时现代古典都跳，然后所以大家喜欢我或者喜欢看我跳舞都可以点一下这儿一个直播时通知。我每次跳舞的时候会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大家点了关注就可以每天看到了。我跟我师姐的关注，还有咱们三号麦主播的关注，我们右键关注一下，一号麦、二号麦、三号麦，然后签到领取下心可以帮我点心，感谢冷哥。手机用户在我的名字旁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黄色的加号，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只有三五星五区嗨翻天的预约，大家都可以点击一下啊。然后最后再给大家跳一个舞蹈。我却日本
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你要到闪下。好，大家记得点一下我的关注，谢谢。对，刚刚那个歌叫青蛇，然后呢这边直播时通知我勾一下，然后我们再跳一个舞蹈，我们就可以就没时间了。然后许仙的闪本来就是破的，你们不记得了吗？然后青浪领取一下心啊。然后那个我跟我师姐的关注，还有三号麦主播的关注，我们都记得右键关注一下啊。然后这边是我的直播时通知，我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我古典舞现代舞也跳，所以大家喜欢我跳舞都可以点一下关注。手机用户在我的名字旁边有一个黄色加号，大家点一下关注就可以了，手机用户点关注的地方啊。然后最后一个舞蹈送给大家，大家也辛苦了。唱给你听，就是平时直播也跳也唱，还可以点一下关注。Oh,